嗨，欢迎大家收看熊熊仔频道，我是游戏熊熊。今天游戏熊熊要来试玩的游戏是世界保龄球锦标赛，现在要来试玩咯。关卡第一关开始，它的操作嘛，哦，推出去之后可以左右移动。哇哦 ，strike 哎！没想到我运气那么好，再来一球啊！怎么没画出去？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差点洗钩。哦，把剩下的三瓶打倒哩！第三局。剩下两瓶，啊！只知道第二次只击倒一瓶而已，可恶！下一关，啊哦！又差点洗钩这一局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！第二局，哎呀，这怎么击倒嘞？两瓶，哦，还好技术不错 ，OK OK。哎，有跳板哦。你嘞，直接给我洗钩，好吧？再一次，击倒八瓶，还不错啊 ，OK 啦。第三关，那标志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呢，阿里咧，空心，好吧，原来那个是加速哦 ，OK， 六瓶，再击倒四瓶就 OK， 又空心，这一局又怎，又是这样耶。Yeah，七瓶，哦，终于把剩下的两只全部击倒了。哎呀，差一颗心，可恶！两条加速，剩一颗球瓶。你有干嘛直接直直的投嘞？好吧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你也只击到一瓶，好吧，第二次有点糟啊。你还不倒嘞？第三局直接给我洗钩，不会再扯啊！第五关还有障碍物哎，
这啊，手机摆动的不好啊，我的自己的技巧啊，七品。又是七品，这一局一定要把剩下的三品给他击倒。哇，烂透了啦！我干嘛给他洗钩啊？柴可辛，可恶！加分关卡嘞！哎呀，怎么出现广告啊？好啦，第六关。哦，这次终于全倒，不是全倒吗？为什么还会有？还才九瓶而已。这有点怪怪的哦。怎么少一个球品啊？它是个往前往后的跳板呢。永远都是少那一品呢，奇怪的。好啦，游戏熊熊今天也试玩的差不多了，只想讲刚刚后面那几个怎么又出现广告咧，只能说刚刚那几关呢少了一个球品，莫名的少了一个，真的很扯。好啦，记得来订阅熊熊仔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，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收看到游戏熊熊玩的游戏影片咯，记得要来订阅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